今天晚我的学妹不可那么萌二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把奖励给领起来。然后欢迎加我好友。我这边有全新的漫画可以看，哦，大家可以点进来看。我觉得全新的漫画系统。然后这边开始出一些就是时装了，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《海之公主梦惑》的时装哦。那这个是最新的造型啊，真的很美哦。你可以得知这个游戏真的是非常的棒哦。iOS 已经有了，就是因为 iOS 有，我才觉得一定要玩啊。如果这游戏到现在没有 iOS， 我是不会玩的。我现在 iOS 已经可以真的可以玩得到了，所以你们真的要来玩。他到底有什么条件啊？爽！好难哦。等你还是不够啊！再一个法师进来，我们就有钱了。我就好奇，公公可不可以帮我们用一个，就是自动帮我们解。欢迎加入我的社团。我们是自己退掉好了，这个社团感觉没什么人。我们去别人的比较好玩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喜欢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。我们接下来目的要把他们练都练到80级，不过还是有差。这游戏是可以很好玩的哦。老实跟大家讲，这游戏是可以很好玩的。啊，但你们玩这游戏要玩，要有这个，要有心啊。基本上我觉得后面的都可以练。小草也蛮美的，到孙策那边就不用了。我们主线一场好不好？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赢，可是我想要尝试看看。今天不打进一场。忍着泪，忍着伤，抬头看。那赢我们就去挂，输就是放着。啊，每天这边复活就少。赢了，金钱复活就少一下、哦。拜拜。